看新兵，引新兵，请看新兵进行曲。等啊等，失去灵魂的标本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等等等慢吞吞，十分欲练成吞，不如给我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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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一个愿望。爱我的请举手，爱我的请你点点头，爱我的请举起左手。丁公美女组啊，一个是外国，一个是我们本土的，是哎呀，对不对？你们刚才啊，那个嘉欣刚才走进来，在雷哥的时候，你们在下面一直举手，有没有？对呀，对呀。我从隔壁房看过去，人家以为我们这边在板凳。喂，看我都差点要把水果盘都拿出来了。水果盘，水果盘，板凳，你是前面都还没上菜，看歌舞嘛，要有水果盘招。请到两位了，要来参加就是 K 歌王，没错，就是唱个歌啦。那马哥，你会对中文歌歌曲了解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还是稍微有了解一下。还有还有呢，我还学几首台语的歌。诚意耶，有没有？就刚是美式啊，都是讲台语，对不对？那嘉欣就厉害了。那像嘉欣其实唱歌也很厉害，哎呀，他还学了几首外国的歌。是会，他连印度歌都准备好。既然两个都有准备了，那我们就马上来进行我们的谁是 K 歌王耶！两队看提示 PK 猜歌名，抢答者需站在 K 歌舞台猜出歌名，并演唱该首歌曲，至少要唱对两句才可算过关哦。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是的，一开始马上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哥。有我们帅气的艾辰，美丽的玛格丽特，以及非常可爱的彤彤，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美丽的嘉欣，帅气的元昊，以及非常可爱的林道宇。各位 KTV 点播排行榜，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带给大家呢？麻烦第一组请就位。哎，艾辰，你今天是挑软的吃吗？他今天很紧张，你们不要再吓他好不好？你不要紧张，你就抓着我的手 ，OK？ 我今天是要去云霄飞车，抓着你的手。不是，因为他刚刚很不安，他的手一直这样。不是，就想说如果你想抓住，不是我跟你讲，嘉欣感觉上看起来他就比较文静，对吧？他上次来的话是往我们记忆连连看，这是对他来说唱歌是新的单元。他会紧张，他是才女，他不是紧张，他是紧张你，他歌唱的很好。KTV 我家后院年底听说要发片了嘛？对，年底应该有发 EP 的计划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到时候欢迎你来，好好好，对对对对。来，第一题是什么样的题目呢？加油！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各位。裁判长阿庞说的简单，咱们嘉欣艾辰可是很模糊，头上问号冒不停啊！来，第一题是什么样的题目呢？加油！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各位，真的假的？非常简单，快快快快快跑！来，快过来！茫然疑惑，茫然疑惑，真的好多问号哦！各位，嘉欣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旅行的意义。哎呦哎呦，答对！怎么对唱？勉强说。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
恭喜您，好听的答对一次。师兄们，两位常人组的，不是？我觉得奇怪，今天大会的安排好像。我跟马格感觉我们在欺负马格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其实是哦，超可怕，你看，等一下你不要用跑的，我怕你跌倒，好，你就用慢慢走就好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谢谢你了，不会，来来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，怎么了？熟了，哎呦，两位都不晓得吗？马格知道吗？这首歌还，哎呦。站上去耶，马格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我可以包你吗？哎呦，答对！请问怎么唱？我可以包你吗，爱人？哎呦哎呦，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的哭出声。哎呦，我可以包你吗，宝贝？可以，让我最后。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太厉害了，马格，你太厉害的，答对 ，yes。我有点紧张了啊，那你可以握着小桶龙的手，不要，他是我的。我什么时候是你的？你不要这样子哦，道远，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在刚才这么和乐的气氛里面破坏这样子的和谐？会吗？会啊！你们不晓得我也很喜欢他吗？不要在这里打情骂俏。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道远，哎呦，快点，保住心态。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？徐佳莹的歌。不能讲出来。林道远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《新卡北北》。哎呦，真奇白马，哎，这个歌入围金曲奖了。怎么唱？而且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，不向前走，突然在意。很有水准的答对 ，yes， 好听，漂亮。哎，他答了一题，整个人高傲起来了，来啊！不得已，活跃。哎，而且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唱首歌，不要一直讲话啊？观众爱听我讲话啊。OK， 你完全错了，你真的完全错。我搞错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自始至终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评价：你有在拼，但是拼不到方向。继马国贤之后，你可能是第二。方向要搞清楚，好不好 ？K 歌王一定要唱到歌，唱到歌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又是这种脸，问号，问号，问号，疑惑，好冷啊！吓死我了，这是老鼠屎。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参加下去，我的歌手的名分就要拿掉了。马哥，拿掉啊！马哥，你对他评价一下。我觉得你，我们不需要你。没错，没错。你帮我们拿水吧。你怎么讲这么残忍的话？我跟你讲，你不晓得，我对马哥的评价是很高的。嗯，他这个人非常厉害，他最厉害，他专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算命。不会，你快点问他。喂，对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吧，好。请问嘉欣，这首歌的歌名是？天黑黑。哎，哦，怎么唱？我爱上了我。
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耶、！Yes， 我觉得马哥他在台湾待了十年了吧？差不多九年，差不多九年了，差不多对。中文歌曲可以唱成这样，真的是厉害，对啊，知道吗？来，紧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哦。我知道，有这首好像是有。来，元浩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耳熟能详，会不会是民歌啊？观众可能都已经猜到了，我是很熟悉啊。哦，知道了，恰是你的温柔。事情对啊，被你想到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哦，你这个关子卖的还真久哈、哦。我的客人都已经到隔壁条街，又被你叫回来。我刚刚一直在想说这歌词要怎么唱，怎么唱，怎么唱，继续想。哦，好，来，请问元浩这首歌怎么唱？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恰是你的温柔。元浩，恭喜你答对。哎，彤彤还没唱到歌啊？对啊，还没唱到歌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加油，加油！要抢到。哦哦，你这题选到，我就鼓励你，我抱你一下。可以不要吗？那算了，那你还是不要唱好了。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回去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上想想，你今天一直在造口业哦。可以这个样子，你懂吗？不要问我。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快耶！哎呦哎呦哎呦 ！Yes Yes Yes！ 喂，为什么尖叫？这歌很好，性感哎。彤彤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唱 ，Come on， 耶、yeah, ！有信心的唱出来，哦。你太爆了！哎呦，彤彤，恭喜你答对！耶！各位，到目前为止，有人还没唱到歌的吗？他，我觉得他歌声很好。在这么多年以后，他歌声更好，现在加了一点女人味，感觉好好。真的，你现在是，你现在这样讲，我不会手下留情了。真的，一首吗？一首。我跟你讲，基本上哦，你今天是跑不赢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看过斑马跑出人类的吗？裁判长变成动物园管理员啦，一架爆一架斑马。真的。那我一手吗？一手。我跟你讲，基本上啊，你今天是跑不赢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看过斑马跑出人类的吗？哎，来宾都被你讲成动物，一个斑马一个豹。你其实怎么样？你今天把 K 位王当成是动物园了。他们刚刚好穿这样子，你们不能怪我啊。那你这样穿也很像长颈鹿啊。喂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只剩你还没有唱到歌了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爱晨，专心点。不要跟我抢了啦！哇，这首我的，等一下我唱好一点，你鼓励我嘛，抱抱我，我抱你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好好唱，我会好好抱你。不用，你不用。好啦，你是来这边骗抱的，是吧？不是鼓励，这种是同袍的爱。哎呀，先看你唱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来，爱晨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《青花瓷》。哎呦，怎么唱？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我在等你。炽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情怀在冰里、树痕里，风前朝着飘逸。就当我唯一见。云开了
你开心啦、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站上去。艾辰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丙就哎，喂，来了。你家在那里，你家在那里，你怎么走到这里？这位迷失的朋友，你们不要这样子怪他，动物会想跟动物。没礼貌。好了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来，加油加油！那是台语歌，快点，台语歌。他的腿比你还长什么？你是怎样哎？他的腿比你还长了也好。什么台语歌啦？台语歌，什么歌啊？你放温哥多几嘞？哦，是吗？什么？我先听你的回答，我先听你的。对对。什么？你放温哥多几嘞？哪里有单呐？哪一个？哪一家字呀？自己家。乱编。哪里？马哥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单起嘞呢？帅哥。请问怎么唱？单起你，嘿，单起了你，嘿，为何你把我哭泣嘞？嘿，单起了你，嘿，都单起了你，嘿，被你哭哑巴哭穷死，嘿，怪人怪心是你的，怪情怪不是假。答对 ，yes， 太棒了，太是了，是了，也是太棒了，哎，真的，我们那边感觉上好像在开 party 一样，但是我真的很累，都没有瘦一点，对，那种舞蹈，请你不要利用上班的时间做复健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组请就位，你忘了，他好累啊。一起的穿下，这位大姐，你怎么穿的呀？你一起的穿下，他跟我一起跳恰恰，我那个恰恰怎么穿的哈？啊，你好，我来穿搭嘞，我想问你多在多位嘞？好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拼了拼了，加油加油！哟，让你带走你的魅力啊！哎呀，你就不会美女唱一下吗？哟，道远比较快。彤彤这边请，林道远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把悲伤留给自己。哎呦，对啦，怎么唱？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。算错的话是最后一题了哦。哎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聪明。艾辰，你的汗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？太累了，那个恰恰真的太累了，以后不能常常跳。你们要要求要看要 cue 我才可以。哦，老师来 cue 他 ，cue 他 ，cue 他嘿！好，一整集的 cue 他，高干注意点，小明。哎，不要开玩笑了，来，接着下来最后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艾辰，认真一点啦。我认真啊。这我太熟了。拥抱。不止扭到了位，怎么太熟了？嘉欣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五月天的《拥抱》。Yes， 怎么唱？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万夫问津和谎言，任我醉倒在池边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。月光晒
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， 太棒了！是的，在这边向全国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我们今天的谁是 K 歌王两队的成绩。好紧张哦！首先来报告一下统统队，今天总共答对了四题，四题很多，不错。元昊队今天总共答对的是六题，掌声！太棒了，所以今天元昊队就是我们的 K 歌王，掌声鼓励，能够起来弹琴。太棒了，今天呢，大家来这边唱的开不开心？开心！哎，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看了马哥真的很用心，在我们台湾呢，不但呢，他这个中文歌也学会，台语歌也学会了。是的，最后我们的 ending 呢，马哥要跟那个六月璇。哎呦，非常不一样的歌曲，哦，真的什么样的歌曲？想不想听？想想，我们马上请马哥带来好听的《含泪跳恰恰》。